保重身体啊！好加的，油好的。啊！你是我们的接班人，仙侠剧的接班人，因为我现在是基本不会拍仙侠剧了。期待你这个虫子早点播出。好。之前刘涛杨超越合体直播，杨桃超频组合人类高质量合照搞怪可爱，两人互送礼物，并在线玩了你画我猜，超越妹妹简笔画令人惊喜。杨超越结束直播要回横店拍戏，涛姐让她保重身体，还鼓励说她是仙侠剧接班人，希望她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。当天刘涛一袭很潮的穿搭，而杨超越白色连衣裙，少女感十足，两个人精神状态很不错。网友说不愧是最佳姐妹花组合哈，如今43岁的刘涛依然奋战在荧幕第一线，演技一直颇受观众们的认可，也祝福她在未来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，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作品。